就带你去看看我平常工作都在干什么。走。我好饿哦，希望可以有人买饭给我吃。哇，你怎么知道我想吃什么？你人真好，还买了水果茶给我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开动啦！嘿，嘿，哎，哎。好饱哦，谢谢。那你要帮我把这个盘子拿回去店家吗？拜托。看我的头上插满了各种拼图。其实我现在在感应外星人给我的讯息。他跟我说我今天很漂亮。有吗？任小姐，有个男生要我转交这个给你。然后就看这个，想说什么东西啊，我还没看到上面嘛。我想说有个男生，蛋白金血英雄，什么男生啊。然后一打开看，哦，韩思啊，这句有点失望。没有，嗯，韩思啊，耳环的，工作要用的。最重要的就是气场，气场要怎么撑起来呢？我现在就要来撑上我的气场，往前走，走去哪？等一下带走，然后呢，还要自己把鞋子捡起来，鞋子帮你，麻烦帮我收一下，谢谢。哎呀，你今天还当我的小助理，真好。我现在呢要先暂时卸下我的气场，因为我要转移阵地，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，所以我要下楼梯，下楼梯，要下楼梯了，准备喽，来下楼梯，下楼梯，这样拎着走好了，就这样走了，拜。谢谢，用手边，不要往里，往这儿走。目前为止跟我一起上班还行吗？今天是出席活动，所以就会比较 free 一点，比较自在一点。刚刚就接受了几家媒体的访问。喜欢我的手表吗？好了，我知道你更喜欢我。我们的关系现在适合说这种话吗？没事啦，没事啦，好朋友，好朋友，嗯，快，我带你看外面，好可怕！我们在48楼，而且这个窗户是整片的，所以其实看起来，你看那个汽车都像玩具车一样，好可怕！可是好美哦，整块都是大片的火。可以帮我拨一下吗？好，我现在在排排站，就是前面的艺人要先上场了，然后我是下一个。哇哦，在这边等待 ，stand by， 不紧张啦，就是高跟鞋站得有点脚酸，因为我今天在开始工作前我去运动，我就骑了一趟飞轮。很认真的骑了一趟，消耗很多的卡路里。卡路里，卡路里，卡路里。来 party 最重要的就是喝一杯，他们都会有服务生就是这样子一直在绕来绕去。我刚刚就顺手的拿了一杯，啊，你怎么没有拿？我们要碰杯耶，给你一杯。
现场，然后我要换下我这一身衣服，就像那个灰姑娘12点到了之后呢，她就要打回原形，我要被打回原形了，再多看我两眼，等一下你就看不到这样的我了。嘿嘿，我回来我自己了，我现在是私底下的任容萱。怎么样，今天跟我一起工作一天还好吗？是不是还蛮新鲜的？没有看过我工作之余在干嘛的吧？对，大概就是这样。下次你还想要跟我一起工作吗？想吗？等你哦，下次等你哦，走了。